加拿大之声自2021年以来，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和劳工运动人士王建兵的案件备受关注。两人被指控通过境外通讯软件召集聚会，讨论社会问题，并鼓励与会者表达对中国权力的不满。黄雪琴还被指在社交网络上发表挑衅性文章和言论，王建兵则被指加入海外网络团体。 国际特赦组织和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谴责定罪毫无根据，呼吁立即释放两人。黄雪琴曾在出国留学前一天被捕，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注表示，任何外交部则表示，任何触犯法律的人将受到法律制裁。联合早报，台湾总统赖清德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目的是团结台湾人民。 他强调，两岸应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恢复对话交流，促进两岸人民福祉，迈向和平共荣。赖清德指出，自己的论述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陈述事实，并无挑衅意图。前总统马英九则批评赖清德的言论是“如假包换”的，质疑其是否认同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也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增进台海和平繁荣。 德国之声：欧盟对华汽车关税引发了德国媒体的热议。商报刊登了正反两篇评论。正方支持欧盟捍卫自由贸易、打击不正当竞争，认为德国政府不应冒险依赖中国市场。反方则担心关税会损害欧洲的绿色能源转型，认为欧盟阻碍了竞争，徒增涨价风险。经济周刊评论指出，惩罚性关税有利于捍卫公平竞争，但也可能起到反作用。 建议欧盟与美国加强协调，避免陷入补贴与制裁竞赛。德国企业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避免经济和政治上的勒索。德国之声报道，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会见了百名喜剧界人士，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喜剧演员乌比·哥德堡、吉米·法伦、柯南·奥布莱恩和史蒂芬·科拜尔等。 方济各在致辞中强调，幽默感是理解人类本性的关键，不应冒犯或伤害他人，尤其是穷人的宗教感受。他赞扬喜剧界人士在传播和平和帮助人们应对压力方面的贡献，并指出，在当前充满危机的世界中，喜剧界能带来平静与欢笑。方济各还鼓励他们继续用幽默感激励人们，尤其是那些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帮助他们以微笑面对，向面对现实。 和梦想一个更好的世界。德国之声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和平峰会前夕公布了与乌克兰和谈的条件，表示如果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并从被俄罗斯吞并的四个地区撤军，俄罗斯将停止战斗并开始谈判。然而，乌克兰和北约对此条件表示拒绝，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称，普京的条件是为了误导国际社会。 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认为，这是更多侵略和战的提议。和平峰会将于本周末在瑞士举行，尽管有来自九十多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但俄罗斯未被邀请。青岛日报报道，上海一幢二十层高的居民楼松风花园出现了四厘米宽的裂缝，居民对此感到极度担忧。裂缝从四层延伸到五层，最宽处可插入手指。 当地政府初步认定这是粉刷层的开裂损坏，对房屋结构没有影响，但业主们依然寝食难安，担心裂缝会进一步扩大，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政府已请来检测部门进行实地查看，并计划进行进一步的专业分析和紧急修复措施，以确保居民的安全。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再次揭示了伊朗在没有和平目的的情况下扩大其核计划的意图，并承诺，如果德黑兰继续其行动，美国将采取回应措施。伊朗代理总统穆罕,穆罕默罕德·穆赫贝尔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加强两国关系进行了讨论。美国国务院呼吁伊朗立即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全面履行其义务。 并表示，如果伊朗继续不合作、全面履行其义务，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其压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伊朗正在显著集合计划，并在其福尔多铀浓缩设施安装更多设备。与此同时，伊朗称西方国家的批评为仓促且鲁莽，并否认其在发展核武器。 伊朗的核活动引发了欧洲国家的担忧，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伊朗缺乏合作。德国之声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意大利南部召开的七国峰会期间，签署了一项为期一零年的安全协议。该协议不包括华盛顿向乌克兰部署美军的义务，也不包含提供特定武器系统的承诺。 但规范了两国在军事装备、训练和演习等各个层面的合作。乌克兰被要求在司法执法和反腐败领域实施改革，并在军事能力和结构方面进行调整，以达到北约标准。该协议旨在为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铺平道路，并向莫斯科传达美国将继续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拜登坚决排除了部署美军保卫乌克兰的可能性。 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呼吁派遣军事教官前往乌克兰。美国是乌克兰在抵抗俄罗斯侵略中的最重要盟友，两国就此协议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政府发言人周五表示，德国希望中国在电动汽车关税问题上认真采取行动，并希望未来几周的谈判能够避免贸易冲突升级。欧盟威胁要征收严厉的反补贴关税，以保护欧洲汽车制造商。后。 德国总理肖尔茨领导的政府正在推动友好的解决方案。德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强烈反对这些关税，并担心报复措施会损害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下周将访问中国，推动实现更公平的贸易条件。彭博社报道称，德国希望阻止或至少放宽惩罚性关税，但德国官员未予证实。 中国工业界正在游说北京政府对欧盟乳制品和猪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可能为中欧贸易紧张局势开辟新战线。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微妙，一方面希望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又希望为本国企业争取更大的市场准入。中央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福建厦门召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化两岸经济融合，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特别为台湾青年提供更多便利。王沪宁指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部署，要从战略和全域上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让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他还强调，福建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要支持福建在这方面迈出更大步伐，为全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做好示范。会议上，中央台办、国家发改委、福建省等部门汇报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多项对台优惠便利措施，被称为“福建对台二十一条”。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南非新当选的议会，在不确定中选举总统，预计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将组建前所未有的联合政府。拉马福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n c 在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非国大与民主联盟达成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民主联盟在赢得百分之二十一的选票后成为关键政党。虽然政府能否稳定尚存不确定性，但经济学家和市场对联盟协议反应良好。 认为这意味着最稳定的政府。非国大提议组建民族团结政府，邀请所有赢得议会席位的政党加入，但一些政党拒绝。议会将在十四天内选举总统。如果拉马福萨是唯一候选人，选举将在开普敦市海滨附近的会议中心进行，因为二零二二年大火烧毁了议会大厦。萨杜，美国在台协会 IT 处长孙小雅在任内最后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希望能尽快交付台湾已经购买的武器。他指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是他任内四大主要目标的第一项。美国两党对支持台湾的意见一致，因此无论总统大选结果如何都不会有改变。孙小雅还表示，美国仍会依循《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并在海上执法、原道援助及救灾等议题上持续与台湾合作。他提到。 官兵疫情对美国国防产业造成冲击，但现在正恢复当中。美国期待未来能够尽快交付台湾已购买的武器。他还指出，台湾在高科技电子产业中是世界的佼佼者，未来国防企业更加高科技化，台湾势必会扮演一个角色。但台湾的民间企业必须达到美国国防供应链的标准。《新导日报》。 在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达百分之三十八点一的关税后，高度依赖中国汽车市场的德国坐不住了。据彭博社、路透社等报道，德国希望阻止欧盟对华的新关税政策生效，或者至少降低税率。未达成解决方案，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 （Robert 哈贝克 r o b e r t h 计划于下周前往中国磋商。 德国总理朔尔茨此,此前曾警告称，关税可能会损害全球贸易，并期待欧盟与中国在七月初达成友好的解决方案。内地观察者网引德新社报道表示，在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哈贝克立即呼吁同中国进行谈判，并警告可能出现的贸易冲突升级。他称，关税总是最后且最糟糕的手段。哈贝克表示。 德国是一个贸易和出口导向型国家，需要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环境。如果陷入与中国的关税竞赛，相当于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德国数码化和交通部长福尔克维辛德乌克 k w 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盟委员会的惩罚性关税将打击德国企业及其顶尖产品。据统计，二零二三年德国汽车制造商近三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中国。 同时，中国仍为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宝马、平时的最大单一市场。在欧盟宣布对华关税政策后，大众、宝马、平时均立即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这一举措。《星岛日报》轰隆隆，轰隆隆，一架红白蓝涂装的直升机降落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停机坪上，随后两辆救护车呼啸而至，将重伤人员安置在机舱担架上。旋即，旋即。 直升机腾空而起，转送医院。同时，智能巡检机器人通过语音广播指引现场人员疏散。连接深圳及中山的深中通道预计本月底通车。广东交通集团会同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等，昨日举行通车前的救援演习，模拟海底隧道段有汽车起火等事故，多个部门海员、海陆空紧急处置，共四百多人参加演习。 据羊城晚报报道，演习设十二个科目，模拟了深中通道在通车状态下，一辆货车在隧道内因刹车制动失效，连续碰撞满载三十多人的旅游巴和多辆私家车，拉拉 BCT 造成多人受伤被困，两百多人急需疏散转移。各小组注意，现启路隧道火灾一级响应，请根据预案开展行动。总指挥一声令下，项目多方应急联动机制快速响应。 交警与路政在深圳两侧相邻路段及所辖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成第一救援梯队，迅速抵达封控事故现场，上报相关信息，引导现场人员通过中管廊疏散至对向车道，并将轻伤人员送往就近医院。同时，监控中心开启隧道内喷淋系统、横向排烟风机，将隧道两侧的智能灯带转成红色警示提醒。 智能巡检机器人通过语音广播指引人员疏散，并且不断将现场情况实时传送回监控中心。演习历时约二小时，圆满完成。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全长约二十四公里，其中海底隧道全长六千八百四十五米，最深处位于水下四十米，是目前全球最长、最长、最长、最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 深中通道监控中心已开始二十四小时值班，为通车营运做做准备。中央社，全球电动车需求疲软下，中国引以为傲的新能源汽车五月份出口跌落至十万辆以下，首度衰退百分之九，其中纯电动车减少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是主因。今年一至五月，中国电动车出口也首度衰退百分之一点八。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五月份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五月汽车整车出口四十八点一万辆，年增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但新能源汽车出口九九万辆，年前百分之九，首度出现衰退。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汽车整车出口二三零八万辆，年增百分之三十一点三，继续大幅成长。 但新能源汽车出口五十一点九万辆，年增百分之十三点七，增幅明显落后给传统燃油车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报告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当中的纯电动车 b 一比五月出口七点七万辆，比四月下降十三百分之八，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插电式油电混合动力车 PHEV 出口二。 二万辆，比四月下降百分之一点六，年增一点三倍。今年一至五月，中国电动车出口四十一四万辆，也首现衰退百分之一点八。插混车出口十点五万辆，年增二倍。中汽协上月公布的四月份报告，纯电动车出口就首度出现与上月相比、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双下滑。相形之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继续大幅增长。 报告显示，中国五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二三七二万辆和二百四十一点七万辆，分别增长百分之一点七和百分之一点五。其中，新能源乘九十四万辆和九十四万辆和九十五五万辆分别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和百分之三十三点三，新能源汽车销量提升到汽车总销量的三十九。 全球电动车市场疫情后喷发成长不再，今年首度出现衰退，车厂纷纷调整策略，延缓制造电动车。加上美国、欧盟相继对中国电动车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业者迎来空前严峻局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今天在发布会表示，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内需增长相对缓慢，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依然严峻。 汽车行业总体运行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行业稳定发展。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 waking up to wonders checking nature blunders got our rockets flying while the oceans are sighing lasers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 wow quarks and leads and robots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